嗨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我要介绍做面包是那个 roux bun 哈。的材料就是说面粉，有机面粉，大概是有800 gram。然后我就下这个cinnamon powder， 玉粒蛋，酵母，盐，这个就是我已经融化了，就是那个牛油跟糖啊，搅在一起就可以了。你像我们就开始做了，OK？我们现在开始了。对，首先，我们就下这个白焖包的，一点点不要太多，只要有点香味就可以了，OK。然后我们就混在一起，那个酵母呢，我就放大概是有酵母的800克的话，你就下。这个是放汤汁，大概是有2汤匙就够了。OK，我们就开始做了。对，然后那个盐就下进去，大概是有1小匙就够了。OK，我们开始了，我们把面粉放进去，慢慢加。我们把鸡蛋放进去，OK。
搅到它变成一团就可以了，差不多压好了。你看，搅到它不会不单锅，它已经变成一个锅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门芯关掉了，我们就放在那个。这个盘里面我们里面放那个 olive oil 然后我们就把它用个布盖住就可以了。 OK， 现在我们就把那个面团拿上来了。哇，多好看多好看。 OK，哇哇哇对啊。 OK， 我们等时间就这样了，我们再看 second round。